满洲人虽然统一天下，但是北方有鄂罗斯人虎视眈眈，云南有平西王吴三桂势力日益做大，再加上民间天地会三王陈近南、张有福、胡德帝此起彼落，令顺治帝难于安寝。 此时，顺治最心爱的鄂妃董小宛已神秘死亡，顺治万念俱灰，逃情出家，对外宣布驾崩，立幼子玄烨为帝，是为康熙皇帝。但是康熙年纪幼小，无法处理朝政，因此顺治下诏册封四名大臣为顾命大臣。 辅佐右主，四人是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鄂必荣及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大将军鳌拜。顺治想都没有想到，鳌拜此后势力做大，残害忠良，党羽满朝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以致天下英雄纷纷崛起，逐鹿中原，掀起一场大风暴。 天地会的叛徒，我要用血滴子将你们一网打尽！嘿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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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子试用成功。各位兄弟，大奸臣鳌拜，党羽满朝，残害忠良，今年更大兴文字狱，江南一带的读书人无不遭其毒手，连天地会的兄弟也在内。前几天在京城的郊外发现青木堂堂主的尸体，死状惨不人睹，据我所知，是鳌拜利用帮中兄弟研究他的新武器，这种武器非常残忍，叫做血滴子。所以我已经派胡大哥胡德弟到台湾向郑王爷请示，希望可以提早起义，但由于路途遥远，恐怕他赶不回来。可是在眼前就有一个杀鳌拜的大好机会，为各位兄弟报仇。总督主，难道知道鳌拜的行踪吗？我知道鳌拜将在三天后抵达扬州，扬州龙蛇混杂，声色场所颇多，只要我们藏身大街两旁的茶楼与酒肆，待鳌拜队伍经过，两边夹击，定能取他性命。总督主，胡长老身为少林五祖之首，而且曾经与鳌拜交过手。总督主虽然武功盖世，但请问鳌拜已练成金刚不坏神功，最好等胡长老回来以后再动手比较稳妥。我也想等他回来，但我不想错失良机，若是等到鳌拜返回京城，有众多的高手保护他，想杀他就更难了。这样说是非动手不可了。不错，但这次行动我不想有太多伤亡，所以我决定由我跟三位堂主动手。这能行吗？就哪能行？好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就这么决定。董教授，你要答应，如果你进不中，一定要走，保存实力。你对我没有信心？传说中见过鳌拜出手的人，没有一个活着。那都是江湖传说。没跟他交手之前，我绝不相信。小心驶得万年船呐！做大事的人，绝不能畏首畏尾的。总而言之，明天我们一起去逛妓院。妓院好啊！好久没逛妓院了，我们去的那家叫什么？丽春院。我今天包了丽春院，你给我谈这些鬼东西，像哭丧似的，他到底有没有回来？荣老爷，实在对不起啊，你已经等了半天了，不在乎多等一会儿，他马上就回来。哎，他马上就回来。荣老爷，哎，他到底回来没有？哎呀，他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就回来了。他回来没啊？他马上就回来了。搞什么鬼啊？他到底回来了没有？长嘟嘟长嘟长嘟长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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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嘟嘟嘟嘟。告诉他们，我回来了。小宝回来了，小宝回来了，是小宝回来了。好啊，小宝回来了，小宝回来了。是不是等我很久了？是。不是我迟到，是你们早到吧？是是。还能不能再等啊？不等了。不等也要等，我小宝哥先去洗把脸。让我唱几句，让你们解解馋，好不好？好。风有幸秋，月无边亏我思娇，的情绪好别度日如年。虽然我不是玉，
树林风萧洒脱，倘但我有广阔的胸襟加强健的臂弯。待会儿见。妈，乖，小宝。妈，乖，小宝。妈，乖，小宝。妈妈，你有那么多个妈妈，也不缺我这一个吧？啊，有人吃醋喽，想要卖乖也会惹人不高兴啊。你死哪去了？死了哪都不用去了。就爱顶嘴。我最爱的不是顶嘴，我最爱不停的说，不断的说，说到你顶不到我的嘴。喂，你还在切什么？你还不给我 biang biang 声去买？你要的白菜、番茄跟鸡蛋都买了。不要忘了挑些软的、熟的、烂的。你自己去挑好了。好像不够软，不够熟，不够烂呢。将就点吧。哎，今晚什么戏码？武松打虎。今天武松打虎不是在景阳冈，改在丽春院。丽春院的姑娘个个貌美如花，美酒杯杯入口顺畅。哎，那坛酒是真的假的？你别耍我啊，大哥，小弟出来混口饭吃而已，当然是假酒，水而已。不行，喝这坛。老虎来了！我是老虎，我会咬人。我才不理你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，让我武松打的就是好老虎，我打！试试，这很粗，不粗打不痛啊！打，好，打，打他的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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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他的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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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他的头啊！打他的头。武松打死了，去虚吧，尽情的虚吧。东西买齐了吗？那这种时候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凉
风有性丘，月无边亏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。儿子，我好痛啊。妈，我知道你很痛。虽然我不是月，树林风秀洒天堂，但我有广阔的胸襟加强健的臂弯。哎呦，轻一点呐、啊！不用力，淤血不会散掉。痛死人了！我已经叫你要垫东西了。我垫了吗？我垫了左手，你打右手。你应该两只手都垫东西，这种环境要放聪明一点。哎，明天我演武松，你演老虎好了。武松哪有那么容易演？要很高大很帅才可以演武松。你怎么演武松啊？哎呦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你猜是我苦还是你苦？你说。是打人的苦，还是被打的苦？我明白，打在娘身，疼在小宝心。对不起，小宝，只能怪你自己投错了胎。哎，今晚的反应很不错啊，那些鸡蛋、番茄通通卖完了。还是你聪明啊，叫我换了菜单呢。当然了，每天晚上都丢豆腐，客人都丢厌了，要换点新花样，换番茄来丢，有重量，丢起来也过瘾一点，好玩多了。做人真的要懂得变通啊。不如今天换个戏码。那倒不用，你以为他们真的那么喜欢看我们演戏吗？哎，他们是以看小丑的心情把我们当猴戏看，发泄一下多好啊。那这个是这个月的房租及零用钱，这些呢是我们借龟哥的钱，这个月要付的利息，这些是我答应了凤姐借她看大夫的钱。你们搞错，儿子，一边欠人家的钱，一边又借钱给人家，借给人家的钱倒比自己吃饭的钱还多，你怎么算的啊？你不是教我做人要讲义气的吗？讲义气也不能那么离谱啊。你那七个死了的老爸也是爱讲义气，学人家反清复明，最后啊，连命都给反掉了。想反清复明，也要练就一身好武功才行啊！七位老爸不要见怪，要怪就怪你们自己不把武功给练好。又为何我的偶像不会这样死掉呢？谁是你偶像啊？我的偶像就是帅的 biang biang 生的，平生不见陈近南，变成英雄也枉然。冯德主，你的名连这赤金小子都常挂嘴边。哎，小兄弟，叫我小兄弟，大丈夫是我小兄弟。你认识陈近南吗？当然认识啊，小时候我们共穿一条裤子，世事多变，他现在走红了，我们少见面了。哦，你是陈近南好朋友啊。可是陈近南现在是朝廷钦犯，你说你是他的好朋友，不怕被连累吗？我们出来行走江湖，最要紧的是三件事：义气、义气，还是义气，怎么可能怕受连累？请问伊村宴怎么走？你走错方向了，在结尾。谢谢小兄弟。刚才那个人很有趣。金鱼。小金鱼，小金鱼，好想你啊！我真的好挂你啊！好想亲你，可以吗？
来嘛，来嘛！哎呀，你这个花心鬼！误会，不亲了。等你刷完牙，那等我刷完牙。猪婆脸你都要？风干物燥，眼球干，眼花花的看错人。既然你都认错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相声，我这样打你都不还手，你是不是跟他有一手？好吧，那我还手了。有一手还还手？你完全没有道理，你还想我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想。哎，我给你看一些你想看的东西。看，你看呢、啊？小金鱼，好可爱啊！送给你老妈的，不行。送给你的，小老公疼不疼你啊？啊啊！老公，你有媒人吗？今天没有，但很快就会有了。很快就会有大红花轿加金银珠宝，岳父岳母送你上轿。我们洞房花烛，开枝散叶，富贵荣华。到了七老八十，牙齿掉光，儿孙满堂，笑哈哈，这样就一辈子了。但我妈说，看你的样子是不会发达的。如果你妈懂得看哪个男人会发达，就不会嫁给你老爸了。但是人家说，就算嫁了发了达的男人呢，也会很花心的，会有很多老婆的。小金鱼，小金鱼，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，你跟一般世俗人想法都一样。什么想法？身为男人在外头闯，要有气势，要有排场，最好再有三妻四妾围在身旁，不然会被人笑。酒过三巡，应酬过后，便各自回房，我碰都不会碰他们一下。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我韦小宝骗小金鱼，我就被你剁碎切丝磨粉喂金鱼。啊，够了够了够了，我相信你啊。总之，以后啊，我答应你，不论我有多少老婆，你一定是大老婆。大姐头啊、哦，好，亲一个吧。嗯，又是亲手啊，好像面粗了很多，会亲花我的嘴。咦，不要就算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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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一个吧。不要。要不然把金鱼还给我。不要。你以为不用钱买的？不要碰我。众舵主，我们已经等了两个时辰，鳌拜会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，改变计划？鳌拜狂妄自大，如果他知道我在这里，只会来得更快。嗯。众舵主，鳌拜队伍一到半里之外。
给我们一间屋子烧。今天外面真是乱得很。对呀，到处都在抓人，真恐怖啊。也不算太恐怖，我跟那个刺客聊过天。什么？嗯，他真是帅到 biang biang 声，但还是要输给那什么败的，真是无趣。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呀，我会很担心的。怕就一起怕，快点洗澡换衣服睡觉吧，或许会梦到老爸，跟他谈谈情。别说了，千万别再往外跑了啊！凉风有信秋，月无边亏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，虽然我不是日。哎，是你啊，帅哥，你在上面干嘛？小兄弟，如果你想要荣华富贵，现在是大好的机会，只要你叫清兵进来，一定有重赏。不要这样诱惑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小时候不是穿同一条裤子吗？你就是平生不见叉叉叉的那个叉叉叉哥哥陈近南。你是我的偶像，你知不知道？今天差一点点就把那个什么败的杀死，不要气馁，我支持你。小兄弟，清兵马上就到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第一是义气，第二是义气，第三还是义气。你先躺着休息，我去帮你挡一下。我只想找一个地方可以疗伤。你早点说嘛，我带你去肥猪婆的房间，她永远都没有客人的。肥猪婆？哇，南哥，流了这么多的血，脸色还这么好，身体真好。跟大家流的血比起来，这算得了什么？你这么年轻就做了总舵主，厉害的彪彪声，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到外面找些吃的给你啊。你想找清兵来抓我吗？我韦小宝顶天立地，为朋友两肋插香蕉都可以。你不可以看扁我。你油腔滑调的样子，不像是做大事的人。我可以发誓，要是我出卖你，我不得好死。不只是我死，连我妈跟小金鱼也一起死。很毒的，我只有这两位亲人而已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小心行事。哇，真是的，陈金南跟我说对不起。算了吧，做人还是小心为要，像你这样的男人又帅又能打，小心不要被人家骗财骗色。我只想知道外面还有天地会的兄弟吗？啊，全都死光了。那么多兄弟都牺牲了，我跟鳌拜的账一定要算清楚。算了吧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会来，我加入好了。你免会费、免年费加送礼物的话，我就答应你。你这么轻浮，怎么可以做天地会的兄弟呢？但你所有的兄弟都没有了，马马虎虎吧。你要想清楚，入天地会马上变成反贼，随时有血光之灾，你不怕吗？怕，暂时认一下兄弟可以吗？再说我就杀了你。入天地会是很严肃的事情，这样我不要加入。不过我可以无条件义务的帮忙，行吧？那好吧，你帮我去找天地会的兄弟，顺便买宵夜给你吃，稀饭成吗？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奴才海大富叩见皇上圣安。平身。哥，海大富，你有没有查到些什么？回皇上，
奴才查到，鳌拜敖少保在江南遇刺，虽然只是虚惊一场，但是他在江南一带借捉拿乱党之名，趁机清除异己。奴才还听到，敖少保认定是索尼索大人主使这件事情，下令要全力彻查。鳌拜这几年来，其党羽遍布朝廷，跟索尼一直都有心结。我想他这一次一定是借题发挥。可怜的是江南的那些无辜的老百姓，平白的多了一场浩劫。皇上英明，鳌拜的确在江南抓了上百的富户，说他们都跟乱党有关联，抓去坐牢，并且还没收家财，江南一带风声鹤唳。鳌拜一向都欺负朕年纪轻，而且兵权又在他手上，朕真的是无能为力。海大富，奴才在。有何良策，好好整顿。要看皇上是否有决心。有又如何？没有又如何？若是皇上信心不足，只有暂时忍让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有决心呢？一个字，杀。但是鳌拜神功无敌，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杀他？皇上，天下能人何止千万，鳌拜虽强，但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奴才可以代替皇上去江南一带搜罗高手，暗杀鳌拜，此人一死，皇上便可以高枕无忧。什么人？建宁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奴才冒犯格格，罪该万死。你刚用哪一手抓我的？自己砍下来。不要胡闹。平身。这建宁，你擅入御书房，这是大罪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你妹妹耶。先祖以法不可忘。好啊，你欺负我，我跟母后说去。你刚刚听到了些什么？我什么都听到了。啊？哎呀，我早就看鳌拜这大胡子不顺眼了，哥哥你最好把他大卸八块。这件事你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哦，要不然连皇兄啊也不会饶恕你。知道了。臣鳌拜参见皇上。少保，你找我什么事？臣启奏皇上，奸臣索尼触犯朝政，臣已经掌握他中饱私囊的证据，而且他还找人在江南行刺臣，请皇上下旨，准臣拘捕索尼，造福天下百姓。你说你有证据，到底是什么证据呢？臣的话就是证据。臣一直效忠先皇及皇上，两朝元老，一直为国为民，不遗余力。皇上难道还不相信臣的话吗？这个，臣再请皇上下旨。这要考虑考虑。如果再拖延，索尼一定毁灭证据，到时难以定罪。鳌拜，你是在要挟朕吗？你先退下，等朕有了决定之后再召你入宫。谢皇上。哼，总有一天我要把他大胡子全部剃下来。海大富，朕要到慈宁宫向母后请示一下，然后就会有决定。皇上，太后常年有病，事实上对朝政并不熟悉啊，奴才不要再说了，朕已经决定了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皇上处理朝政
一定很辛苦了。儿臣不怕辛苦，儿臣只怕无法掣肘鳌拜，有负先皇遗命。鳌拜只不过是你父皇钦点四大顾命大臣其中的一位，皇帝既然可以给他权力，自然也可以取回。儿臣怕他有反意。皇上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很多问题都要自己面对，不可以退缩，不然怎么能赢得天下的人心呢？儿臣明白母后的意思。我有些不舒服，皇上可以早点回去休息。儿臣告退。奴才向皇上圣安。平身。这海大夫，你过来一下。朕已经决定准奏，派你下江南去寻觅武林高手，协助朕铲除鳌拜。不过事成之后，一定要将这个人灭口。奴才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件事不能再延迟，从速办理。奴才领命。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找人杀我！哥哥吉祥。是不是很害怕啊？你忘了我在京城跟口技大师贺春林学过口技吗？是啊，你学的就跟真的一样。皇上，奴才即刻去拜。哎，你要记住，太监无职，不能轻易出宫，你要小心行事哦。皇兄，我也去，我去帮海大夫选高手。你不要胡闹。你不让我去哦，我就跟大家说海大夫要出宫。住口，不要胡闹。皇兄，人家只是要帮你嘛，你每次都对我那么凶。这是国家大事，不是去玩呢，何况你是个格格，不能轻易出宫的。皇上，依奴才之见，格格出宫未必是坏事。怎么说？格格可以女扮男装，假扮成我的义子，掩人耳目，不然奴才入宫三十几年，单身上路很容易露出马脚。金枝玉叶，女扮男装。哎呀，我学过武功，又会口技，我可以保护自己的。好，海大夫，这里要出什么差错，我唯你是问。这海公公，我没礼貌，叫我干爹，你忘了吗？干爹，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江南。江南。可是鳌拜不是在那边被人家偷袭的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要找那些人呐。但是那些人也杀不了鳌拜啊。嘿。我就要找那些跟鳌拜交过手没死的人，问他们鳌拜武功上的破绽呢。满洲第一勇士这几个字不是白白得来的哦。血滴子？什么东西滴滴答答的？什么稀稀展展，是血滴子啊，他们是鳌拜训练出来的杀手啊，很厉害的。真的吗？那他们要去哪里啊？看来他们的目的跟我们一样啊。真的？One day